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些关于 iSense 收入怎么交税的事。首先，当您的 iSense 每月收入低于5000美金，是不用申报税收的，在银行正常电汇就可以换汇取出来。当您的收入大于5000美金，小于10000美金的时候，每个城市的政策不同，有的城市无需交税，但是有的城市是需要交税的，去当地银行咨询当地政策。如果是油管产生的收入，可以申请特许使用费，税率是 16%。如果是申请个人所得税是 20%， 所以前者更划算。如果是网站产生的收入，就只能申报 20% 的税收了。如果是 APP 产生的广告费，费率也是 20%。 合理的避税措施有哪些？注册公司，方便收大额美金，另外可以适当增加员工数量，然后摊薄总收入，合理合法避税首选。